这是一把青中期的，蓝彩狮子花卉的紫泥，大汉方壶，1400毫升，可以说是全品的。整体的这个气势啊，比较磅礴。泥料啊，窑温，点彩各方面都比较理想，口盖的吻合度不错。这么大的壶呢，有一些什么针尖大的小磕皮之类的，也是正常，就不需要再多说了。这种200年以上的老壶有点微瑕，使用的微瑕啊，是非常正常的一个花压款。如果说瑕疵呢，就是这个把呢，壶把呢，稍微有一点不正。但是，与成色欣赏几乎没有影响。保存这么好的一把大汉方，也是相当的难得，值得珍贵，值得珍视。这样接近实物的发色很深沉，自然的这个。皮克。